主感谢你稳定，不管你当过一边来到你面前头前，主你看顾我，帮助我，也俾我的心，不管人领受主你的道理，进入伫我的心内，安尼讲就奉主耶稣圣名，阿门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章，保罗先生伫一个开始。咱今仔日的苦难，那到最后来，特别显明予咱的阳光上帝，啊，迄就无算是甚物。所以保罗认为，伊的一生是一个苦难，是一个艰苦。啊，所以人生到底是艰苦还是快乐？我想真侪人因的答案会无同款。有的人会想讲。我人生袂歹，我的人生吼，讲苦应该就袂歹。我的人生敢若咸酸甜的，敢若开始食是咸咸涩涩，无够味，是不是？吞落了后，吼，变不离我耳边。咱的人生敢若咸酸甜的。当然嘛，真侪人在讲人生是苦海，啊，讲这种话人都袂少，包括基督徒在内。人民讲咱的人生真艰苦，咱的人生对出世。读册啊，开始食头路，啊，然后建立家庭了后，啊，饲囝饲孙，大家拢真艰苦，啊，所以嘛有人一面讲人生真艰苦，啊，所以那你安怎来看你的人生？你安怎来看你的身躯边的亲人朋友伊的人生？人生是艰苦还是快乐？我另外一个问题。咱的人生有需要外科吗？咱的人生若真快乐，可能咱无感觉有啥物需要外科。不过，咱的人生若是感觉到毋是甲别人完全的快乐，是安尼啊，咸酸甜咸咸酸酸搁甜甜，啊那安尼检查，咱就想讲，咱需要一个外科。外国人在讲，咱若对纽约这边、对纽泽西这边，也袂转去台湾。啊，对这条路上上较紧，是要坐康铁轮船较紧，啊是要规日坐中央的飞，啊是要坐花啊，啊是要坐对这条路上紧。咱来先看看，要登记台湾对这条路上紧。答案之一是讲，你若有花的时，安尼去变不能去飞上紧。你若有花啦，啊，迄个花来好看嘞。安尼规路都啊，我继续搭，无歹料，去白云去到龟山啊。若是有一个伴，互你沿路做伴，啊，会当开讲安尼生时阵，去办飞机飞上去，啊太高，都话讲啊袂了啊太较紧不到。有伴，互咱会感觉讲，迄段的旅程真短，迄段旅程无感觉哩真艰苦。人生有当时啊，若有伴的时阵，咱会。感觉较无感觉真艰苦，所以有当时啊，咱需要一个伴。不过嘛是有当时，你讲吼，无一定我有伴啦，我一个人就好啦。我睇到要靠啥物啦？我嘛免靠别人，我嘛唔免靠我阿，唔免靠我某，唔免靠我囝，但唔免靠我，就我一个人就够用。我有够趁钱啊，我赚的钱有够用啊。我就若有一台电脑，有一台电视，安尼我出来拢方便。有个人感觉我也免靠啥物，啊，总是嘛。人生难看，这对伊来讲是一个真好个代志。啊，所以咱来想看讲，啊，若安尼，啥物人会当做咱个伴？人生个伴，人生个伴。当然，第一个，咱会去见迄个较具体，最起码嘛，我看着无会着。啊，迄个吼，要外科答案嘛，较具体，啊，较无外科。啊，所以咱个年轻人讲，趁钱，因为钱真具体。这个钱吼，那不够，啊，最后是真济的时阵，咱的生活就加真变化了。啊，特别美国这个所在吼，大贵松松，哦，这吼拿无钱吼，我再咧想讲，真济美国现在变啊退休，都讲破病了，现在变啊破病。你去看，那心痛吼，好算算的吼，我大概干来当断了三个月了，我可能都要去，都要搬出来看。啊，这吼，我平时讲干安尼难的，我当下长死都袂算。
你四个吼，哪一个出？你干那得去买牛肝茶，得去台北买，伊买茶，啊，你啊，逐个月都交四个吼，当下差四个就开始。所以，哪有钱吼，价钱无定。有当时啊，咱嘛感觉讲，亲人、朋友，啊，这价钱无去，咱啊有一个伴，老伴，咱阿也是咱某，爸母，也是兄弟姊妹，也是较好的朋友。安尼买瓦克，安尼价钱就低。啊，特别若选机的时阵，或者选机的时阵，你的真面若愈宽，你选起来就愈好选。啊，你的真面若无宽，人面若无宽，啊，你就看你面来选。啊，所以这是正面的顶面，这个宽才更加要紧。啊，这样足低，足低。啊，所以一个国家伊要靠一种运输，国家要靠正面，因为是讲这具体啊无。啊，所以伫即个时阵，咱人咧讲靠上帝吼，哇，真困难，因为这吼真抽象。啊，所以咱捌有人咧甲人讲，台湾若莫靠政府，若莫靠军事，干那靠上帝，敢真正会使？敢真正会使？啊，若真正中国拍过来时阵，干那靠上帝，敢会使？上帝替咱想一下咧。啊，搁期待讲，我看着安圣经内底吼，啊，找看许圣经章，许个战争拢毋免靠军队。上帝安尼捌赢诶，有偌好？试看下，咱嘛去拼圣经无？咱嘛去拼圣经，毋免赢到太赢诶，有无？亚历古城就是毋免赢到太赢。亚历古城安怎甲讲咧？亚历古城用画诶，用画诶。啊，咱毋通安尼世界去学别画咧，你干那画吼，伊阁未倒诶，因为伊啊诞生第七日，第七日，啊第七日，第七日。啊，爱着念哦！啊，到第四、第七个时阵才画声出来，爱着念。啊，咱毋通去学，咱毋通去学白写吼，咱毋通去学白画，因为吼咱画无好。啊，像咱当时个人，要是我因画无好，咱画无好，因为吼，要是我会写迄个画，我人画袂啦，写七日，啊，一日一个，啊，第七日才写七个，啊，第七个才会使画声，这是啥物战术？这吼？不管孙子兵法还是西江棍吼，这老师拢无教。啊，其实伊个袂晓了解，都上帝安尼讲，你安尼做。你感觉足奇怪，世间都无人安尼生，哇！伊上帝安尼讲，你都安尼做，上帝好多，上帝好多。所以这是一个例。啊，不过叫咱安尼辛苦看嘛，他袂讲咱淡淡。台湾要安尼辛苦看嘛，美国要安尼辛苦看嘛，咱个公司要安尼辛苦看。